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 Joy， 今天就要为大家介绍 Hermès Mille Eveline 其中一款我们新翻的袋款，就是可可色啦。另外还有 Classic 的金金介绍给大家，等大家来一个对比。首先介绍就是这个可可色的 Hermès Mille Eveline， 皮质来讲就是用了大家都很熟悉的 TC 皮，纹理非常清晰的，而且都是非常耐刮耐磨的。design 都是跟我们一如以往的 Mille Eveline 一样，就是看到有这个是通花的 H 的字的，背上是金色的金属扣的。这个 TC 皮里面就会用了这个 GAM 皮，一大个格数的。Mille Eveline 都是非常实用，可以装到电话、短银包，又或者是一些化妆品的。话明是可可色，所以我觉得它的感觉就真的好像是朱古力一样的。另外肩带上面都是跟这个可可色配上金色的金属扣的。Mille Eveline 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演绎方法，除了用肩带、侧咩和斜咩之外，都可以配上不同花款的 Twilly， 可以 mix and match 的，可以将这个肩带和 Twilly 绑在一起，也可以只是 Twilly 可以变成一个侧咩的一个腋下包的。除了可可色，我们还有 Classic 的金金给大家来个对比的。近啲睇下唔同嘅分別啦，咁你見到可可色咧就會比較咧係真係朱古力啲嘅，啡少少深啡嘅感覺嘅，而金金咧就比較係淺啡少少嘅感覺嘅。咁呢一款金金咧同樣都係配上咧金色啦，同埋咧金屬扣啦，都係金色嘅呢一款肩帶嘅。兩款 Eveline 咧都可以話咧係有唔同嘅感覺嘅，我自己覺得咧兩種唔同顏色咧都係容易配襯嘅顏色嚟嘅，加上咧就係四季啊唔同季節同埋唔同嘅 outfit 咧都可以配襯到啊。今日咧就介紹咗兩款嘅 Hermès Mille Eveline， 包括係可可色同埋金色。有興趣嘅朋友歡迎可以去到我哋 L Buy 或者 L Deluxe 嘅門市或者旗艦店睇下實物拼下鏡，又或者 Facebook 同我哋 inbox 查詢啦。